21号。南江兵你好，就是刚在短片里面看见您说您在大一就用了社交软件，就是我想跟南江兵你讨论一下，觉得在社交软件上是不是能够遇到自己真爱？就是你正确的使用它，你就会遇到正确的人。好的，谢谢。13号。男嘉宾你好，刚刚看 VCR 看到您讲第一段感情，说你们两个有点那个步调不一致是吗？所以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您找另一半的时候会考虑是跟您互补一点的，还是更相似一点的？哦，其实我没有这方面都特别的针对，因为其实我的前任他也有爱人也有艺人，然后我觉得主要是大家聊得来，然后都是会为对方考虑问题，就是做什么事别老想着自己，就是一个不自私的人，我觉得我和这种人相处会比较开心舒服。谢谢。